各位嘉賓，各位香港市民，今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的大日子，我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聚首一堂，慶祝這個對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都別具意義的重要歷史時刻。過去70年來，國家砥礪奮進、堅毅不屈，克服了和超越一道又一道的嚴峻的考驗和挑戰，穩步邁向開放進步、繁榮富強，輝煌成就有目共睹。今天國家無論在民生、社會、基建、科技等各方面都已經達到世界的頂尖的水平，能夠讓嫦娥奔月、天宮飛天、國產航母下水，更加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長期持續擔當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的引擎，綜合國力以至到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可以說是舉足輕重。過去40年國家改革開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的發展，取得舉世矚目巨大的成就。香港在國家的光輝歷史裏面，一直以自身的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同時受惠於國家的內地的高速的發展，內地和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實地得到不斷的提升，體現到香港和國家同發展共繁榮。香港回歸祖國22年以來，中央一直是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我們依法有效施政，積極作為，而特區政府一直我們成功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政策。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之下，香港享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強大的優勢，是國家最自由開放的城市，是金融、貿易和物流方面多個領域的國際的樞紐。而本屆特區政府，我們銳意推動創新與科技的發展，習近平主席更加肯定我們香港擁有雄厚的科技的基礎和高質素的科技人才，是國家實施創新推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國家全力支持香港成為國際的創科中心，並且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我們香港長遠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香港的前進道路雖然有難得的歷史機遇，但亦都存在一系列重大的風險的考驗。香港特區自成立以來，在一國兩制政策之下，我們獲得國家全力的支持，先後我們成功抵禦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三次重大的衝擊。在艱巨的過程中，全港市民我們團結一致，咬緊牙關，用堅定的意志克服重重的難關，更從嚴峻的考驗中吸取教訓和經驗，進一步鞏固我們香港的根基，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更加理想的成長的環境。不過近月國際貿易關係變得複雜，同埋係越見嚴峻，亦都有啲不明朗嘅外圍因素。因此，香港社會出現咗亦都不穩定嘅情況，部分激進示威者持續同埋不斷咁升級嘅暴力行動，包括非法集結、違法嘅堵路、投擲汽油彈、到處嘅縱火、襲擊其他市民。不僅嚴重破壞我們的社會秩序，亦都衝擊我們香港的法治，影響市民的安全和正常的生活，令到正在面對下行壓力的本地的經濟可以說是雪上加霜。廣大市民對於這個陌生的香港感到震驚和傷心，
迫切地期望可以盡快走出目前這個困局。為了解決當前這個困局，特區政府我們展示了最大的誠意，成立了對話辦事處，開展對話的工作，希望以溝通化解分歧。行政長官和全體司局長，我們透過走入社區，和社會各階層、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市民坦誠去對話，一起探討解決的方法。第一場的社區對話已經在上星期四是舉行了，行政長官和出席的官員同事出席期間，我們細心聆聽了市民不同的意見，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可以說是踏出重要的一步。我們會繼續進行社區對話，和以不同的形式和市民互動，以開放和謙卑的態度真正走入社區。同時我們會邀請社會的領袖、學者和專家，就房屋和土地的供應、貧富懸殊、社會公義、青年人的機遇、社會的向上流動和公眾參與政府決策等長期積壓的深層次的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和檢討，同埋向政府提出建議，讓我們真正了解問題所在，同埋找出真正能夠解決困局的方法。暴力行為同埋對抗的態度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當前的尖鋭的社會矛盾，比過往任何時間都更加需要所有我們香港人精誠團結、和衷共濟、求同存異，才可以能夠令社會重回秩序、經濟回復活力、市民重拾希望和信心，讓香港可以重新出發，讓下一代有更好的條件把握機會、發揮所長、創造理想的未來。與此同時，行政長官正在積極我們籌備立法會復會之後發表的任內第三份的施政報告，我們藉此是展示特區政府的管治的決心，並會以民為本的態度，以新的思維致力認真去處理一些長期以來困擾我們廣大市民的老大難的問題和社會的矛盾。香港的成就是靠一代一代我們香港人的努力，可以說是得來不易，我們要好好珍惜。今天香港擁有堅實的根基以及國家的堅定的支持，我們只要堅守一國的原則，善用兩制之利，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擁護基本法，捍衛我們法治和秩序，是堅定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的利益，好好地把握機遇，推動我們經濟多元發展，珍惜得來不易的穩定的社會環境。無論任何困難，我們都必定可以乘風破浪，找緊機遇，向前邁進。祝願國家富強昌盛，香港穩定繁榮。多謝大家。讓我們一起為國家的富強昌盛、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乾杯。讓我們一起為國家的富強昌盛、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乾杯。To the success and affluence of our motherland and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